11月8日，韩国某电视台新剧《蓝色大海的传说》公开了美人鱼全智贤的人类世界适应剂剧照。剧照中，全智贤身穿灰色衬衫，饰演一生都在大海里生活，从来也没有接触过陆地的美人鱼。在看到人类使用的手机后，会露出新奇的表情，并对人类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第二张剧照中，全智贤身穿白色上衣，被风吹过的长卷发，女神范十足。第三张剧照，全智贤蹲在绿色的植物旁边，眼神无辜地看着远方。女神当了妈妈后也是美爆了。据悉，该剧讲述了地球上处于灭绝危机的最后一只人鱼遇到了李敏镐饰演的都市天才骗子后，在适应陆地生活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故事，预计将于11月16日播出。